最后一个，二楼，我丢脸，房间就连走，大厅走，放把枪，跟着把我开大车，车怎么炸了？ 把那边二楼一个， okay. 脸上没有，脸上没有，我记了。还有个长台房的，我直接切下去。啊，你先，靠！哎呦我操，这敢跳的兄弟。长台房有，3秒。好 ，OK。 后面来了，还有俩，打头了，破了，房子进点一个，我操，妈的，右上还有一个，这个逼是个挂，这人是挂，打我的这个是挂，倒了，这后边，后面倒了，后面倒了，炸倒了一个，车后炸倒一个，我打药。 我把你打后边这个，T0玩家，最后一个在二表反坡，来了，白熊，没看到呀，啊在我这，隔壁，又是他，那个T0玩家被你干倒了，这T0玩家没开了，他应该在刚解封，他可能不想，那个又倒了，我们打右边吧，我看到他了，死完了，这就死了。 你这么远能给我抽死，我不信。我只能打到他手，我就不打了。我打了，打了。你倒的，他队友有可能在沟里面。厕所里边。坑里面。我操！我就感觉他妈的有个人，我操！正好这里视野。 哎，右边前面有一个，两个，倒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俩都倒了。还剩一个，两个三级头。啊！哎呀，他妈！哎呀！没事，我来这个，我来。哎，右上高点好像。那个是那个啥？ 像个人，但不是。哎，西本，<笑>看到那个独狼了。我操！哎呀，他妈到这儿了都，太快了！妈呀！哎。